向宇松，快！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其他人，跟我走。 三年二首长，他已经牺牲了。现在赵家庄首长，他是假的。假的！快跟上！快点！快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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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首长是假的，你自己看。啊！二壮小妹，带几个人掩护，其他人跟我走。走！海哥，海哥。你会对你严肃处理的，给我起来。华龙同志，你弄错了呀，他是大汉奸邢天顺的闺女，他是日本人派来的汉奸，你搞乱了，咱们是自己的同志啊，你应该把他捆起来呀。老子弄死你。哎，赵华龙，那是首长啊，你怎么这样对首长呢？啊！啊！老子要毙了你！华龙，李书记，你可来了呀！华龙，华龙，顾鸿儒，你个狗汉奸，别演戏了，过去。这个狗汉奸，老实点。王指导，你还敢坐下？给我站起来！站起来！顾鸿儒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要向日本鬼子投降，跟自己的同胞为敌？说！说！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是杀是剐，你们随便吧。喂，还挺有骨气啊！走！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太君，太君，把他拉开！敌人，放开我！滚开！蒙受重大损失，你们说，你们该当何罪？啊，嗨，属下无能，属下愿接受司令官任何处置。处置？处置就能挽回帝国精英的生命吗？处置就能抓到赵焕龙？我命令你们，马上查处泄密原因。嗯，是。